嗱，咁我試下，我會示範用呢個 Asha Text to Speech 啦，跟住加埋 Open AI 做個 demonstration，咁可以用廣東話做一個 chatbot 咁樣噶嘛，咁啊試下先。咁我入咗啲 key 啦，咁當然係咗兩 set API key 啦，咁啊 Text to Speech 啦，同 Open AI 啦，咁我而家示範下同佢講廣東話。你好嘛？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我想喺香港 call Uber。你可以在香港使用 Uber。只需要在你的手机上下载 Uber 应用程式，并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开始使用 Uber 了。你可以在应用程式中搜寻你想去的地点，并点击预约按钮来预约一辆 Uber 车。当你的车辆到达时，你可以使用应用程式支付车资。并在结束行程后给予车手评价。唔该晒你。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询问。我想问下今晚食乜好？很抱歉，我不能为你提供今晚食乜好的建议，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搜寻香港的餐厅，并查看他们的评价，以便找到你喜欢的餐厅。喺香港查阅餐厅资料去边度好？你可以在 OpenRice 网站上查阅香港的餐厅资料。OpenRice 提供了详细的餐厅资料，包括评价、地址、电话号码、营业时间等。你可以在网站上搜寻你想去的餐厅，并查看他们的评价，以便找到你喜欢的餐厅。唔该晒你。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询问。